你跟我说说，等出去了，你都想做些什么？思妍，出去以后，阿丹，你陪我一起上单，好不好？我很想好好的照顾他。 我还想让所有不良尽的人都走上地面，走上深渡，让他们堂堂正正地站在阳光下。思妍，听到了吗？我还想，然后我还想跟你去南市，思妍，思妍，思妍。 站在那个桥上，我们一起看花灯。那天晚上，是你第一次让我看到了神都的美好，也让我看到了万家灯火，让我看到了那么多人的笑容。岁月，还记得那天的南市吗？好美啊，神都的花灯。 也是从那一刻，我觉得我活得还有意义，所以我决定，我要像你一样守卫神都。子夜，你听到我说了吗？